第七名，究竟这个 Lucky Seven 会花落谁家？在今天决赛的一开始，我们非常难得的看到了他来跳一段我们的这个主题曲。这位是国际知名的钢琴家，我们请李云迪先生来为我们宣布，来欢迎云迪。高老师好，欢迎这位少年。Hello， 辛苦你。好，云迪手里拿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第七名的排名。哇，好紧张。请宣布，他学习舞蹈很多年，看到他的人第一印象基本都是清纯可爱，其实他骨子里不仅坚强而且要强，对于说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很久的伤病，他用自己成长蜕变的创造营之旅向所有人证明，虽然被劈泪失禁，但是他自己从不相信眼泪，他就是张一凡。祝贺一凡，祝贺张一凡，恭喜你共获得创始人9158万8994个撑腰数，以第七名的成绩成团。祝贺一凡，请发表你的成团感言。感谢我的女团创始人们为我撑腰，然后感谢我妈妈对我20年的照顾，然后感谢公司的支持，感谢创造营的每一位教练对我那么好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你们对我那么包容，还教我唱歌。我成团了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在营里我收获了很多，然后也收获到了好朋友。可能以前你们认识的我是只会跳芭蕾的我，是爱哭的我，但是希望从今天开始你们可以认识一个新的我，是一个女团成员的我，一个唱跳俱佳的我，我一定可以做到，希望今后的路你们也可以陪我一起走，然后我也可以保护你们，谢谢大家。祝贺张一凡，请踏上属于你的成团花路，站上属于你的成团位。祝贺一凡，我们也谢谢云迪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个名次，在我们面前还有11位女孩，而今晚的成团席位已经只剩3席，她们也将是本季创造营2020的撑腰排名前3甲。首先我们要来公布的是第3名，我们要有请今天非常辛苦为我们主持的，同时在整季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倩倩来为我们宣布第3名这个好消息。